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秦书制药三六零第四册第一单元军“君道无纳谏”三十七。刘易字仲雄，东莱人也。自身清高，立志方直，为私立教位，皇太子鼓吹入东一门，亦作和。 保护以下，赵设之，然后得入，世主问义曰：“卿以吾可方汉何地？”对曰：“可方樊陵。”世主曰：“吾虽德不及古人，犹克己为治，又凭无慧，混一天下。” 方知樊陵其以甚乎？对曰：“樊陵卖官钱入官库，陛下卖官钱入私门，以此言之，乃代不如樊陵也。”啊，这个刘毅啊，啊，是西元两百一十六年到两百八十五年啊，这个时期的人，他的字叫仲雄。 是东来啊益县的人，啊西汉陈阳王刘璋的后代，曹魏以及西晋官员，啊为人啊公正刚直，喜欢评论人物，啊后来呢任官呐、啊、的时候啊，更多次啊弹劾大小官员，纠集在京师的豪族，令京师啊肃然，啊是一个正直的好官。 自身清高就修身清廉高尚，励志啊，激励意志、磨练意志的意思。方直是指人品啊，端方正直。氏祖啊，就是晋武帝司马炎，出生在西元二百三十六年到二百九十年啊，治安世，是司马昭的儿子。 那么他篡这个曹魏称帝，建立了西晋，为晋武帝，定都洛阳，改年号太史，那个时候是西元两百六十六年啊，在位有二十六年，他的谥号叫武皇帝。那么这一条讲啊，晋朝啊，刘义，他的字叫仲雄了啊，古人有名有字了。 他是东来人呐、啊，为人呐、啊、处事清高正直，官拜司隶校尉。有一天，皇太子司马衷一行人啊打鼓喧闹，进入东翼门，留意上奏弹劾太保、太傅以及有关下属官员，后经皇上下诏宽赦他们，这样他们才得以进入。 世祖问刘义：“你认为我可以和汉朝的哪一个皇帝相比呢？”刘义回答了：“可以和桓帝、灵帝相比。”世祖说：“我即使仁德比不上古人，也还算克制自己私欲，治理政事，又平定吴会，统一天下。” 你把我比作汉帝、灵帝，啊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啊，这个汉皇帝、汉灵帝啊，啊，那么是汉朝啊末代皇帝啊，啊，那么也是属于昏君呐、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刘毅啊，把这个世祖啊比作汉桓帝、汉灵帝。世祖说：“你这个评论也太过分了吧？”那么刘毅回答了。 说，桓帝、灵帝啊，当时他们卖官得到的钱归入官库。卖官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说有钱的人可以去买官来做。啊，那么当时国家呢，国库啊缺乏，啊，所以呢有一个政策啊，有钱人可以拿钱来买官。那么汉桓帝、汉灵帝啊，卖官得到的钱呐、啊，都归入国库了。 那么世祖啊，你卖官得到的钱呐、啊，归入自己的腰包，啊，你也卖官啊，但是你的钱啊，没有归入国库啊，归你私人的。就这一点而言呐、啊，你大概还不如凡地连地啊。那么进士主啊，听完之后就大笑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刘义啊，也是一个贤能的大臣啊，他敢讲真话了。那这样啊。 对这个君主领导人啊，对国家治理才有真正的帮助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